实在笑不出来。喂，李总，李总，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？我能宽限你几天，但是我也拿你的钱准备还别人呢。哎呀，我算服了你了，明天说好了，明天啊。哎，这该怎么办？顺风，陈顺风，哎，哎呀，小姨夫，哎呀，小姨夫你可来了，哎呀，小姨夫，我等了你半天了啊！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10万块钱的欠条，现在我把欠条给你，你肯定也准备好了啊！来，你撕还是我撕？咱俩都别撕。怎么了？那个钱我没带来。你没带来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。小姨夫，你可坑死我了！你这个10万块钱要是不还我，我就还不了别人。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来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我实在没凑齐，你宽限我一天，明天我就给你拿来。我可以宽限你一天，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？我这个坎儿过不去，人家一会儿就来。谁来？谁呀？小吴来了。干什么的？来要钱的呀，来拿钱的，我欠人家10万块钱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小姨夫啊，你确实没有钱是吧？你看，哎，这有20，你先给我。这也要啊？你的钱我都要，我告诉你。这样，小姨夫，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，咱俩演一出戏啊，你就求我给你投资，数目越大越好，让他感觉到我欠他这10万块钱不叫事儿。只要能拖一天，你不就还给我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还给我了，我就还给他。钱顺风啊，钱顺风啊，我发现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啊，聪明。你就别表扬我了，你这时候好好啊，你一定要尊重我啊，一定要尊重我。那我喊你什么？你喊我，要不你喊我小姨夫吧。我喊你小姨夫。对，你喊我小姨夫。哦，对对对，现在妈谁有钱辈儿谁大。好好好，小姨夫，哎，真答应了。开门。来的，你这样啊，一会儿啊，你先把他支走，你要是支不走，我再出来。好好好，好你先休息，啊，小姨夫，啊，你去吧。哎，对，啊，快点啊，加油，交给我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啊，这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啊。你是钱总吧？来，这个是欠条，你看是你撕啊，还是我撕啊？我觉得都别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钱总。啊？哦，那你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呢？您是？是他小姨夫。啊，他是我小姨夫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钱总呢？我知道。我跟你说。你是来干啥的？你是不是准备来找他要那10万块钱？对对对对对。他说你待会儿把这个欠条要给他。对对对对对。他现在刚谈完1亿的生意，所以说他特别累，正在休息。啊，1亿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先回去，明天把钱打给你。行行行，好吧。好好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回去了。我是来要钱呢。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，要不然我没法交差。是是是，钱总，明天也一样的。钱总，你听我说，钱总，你出来一下。谁呀？哎呀，睡觉呢。哎呀，小姨夫，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啊，他非要见你。哦，谁呀？这是，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。正是我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，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。哦哦，我知道。嗨。10万块钱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行，你先请坐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。